streaming his progress. I feel like every time I boot up Twitch, he on there. Let's go.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楼哥游戏桌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、具有观赏性的对决，来自于2023年美国 CEO 激巴流大赛。我们看到双方使用的是艾德队长红鬼啊。使用艾德的是来自日本的立川啊，他是唯一一位使用现代模式，也就所谓的一箭出招模式的玩家。啊，加拿大红鬼已经被他关到角落里了。哎，这个就是角色在5月22号版本更新之后，好漂亮的一个插合，这套雀本康成的咱次把跑给关到角落，但是好罗金度这个欧弟圣龙，这次圣龙非常成功。现在下盘中脚摸到了，又是一套吹飞，角落里得起身赌过欧弟圣龙，可惜这次圣龙不中，后果严重。左边日本立川，右边是加拿大的罗根。跑鬼呢也是5月22号刚刚上线的新角色啊。好鬼进攻方式还是异常多段的，尤其空中多得，但是好鬼一个缺点就是他的皮儿比较脆啊，不扛住，只有9000血。好，绿虫得起身，下盘撑腿突下，好骗到一个投技。好鬼现在手上已经是3000资源，但是哎呦漂亮，李川这里想要冲动啊，可惜啊。李川是唯一一位使用现代模式啊，打到24强的选手。现代模式这边的话，伤害是有一个削弱的。哎，的这个角色又被好鬼骗到了一个投机，角落里赌。好的，谎拆，这次没投到，又投一次，好鬼没有斗气了。艾德现在有这么多斗气，但是一直被零斗气的好鬼压制，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角色，哎呦，空中骗到了，加拿大这个罗根被日本的立川骗到了。OK， 那现在比赛继续进行。加拿大好鬼先拿下一分，日本的立川，他的艾德。面对这个好鬼啊，没有特别好的对策。不得不说啊，加拿大的好鬼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哦，这种强行的削弱对方斗气的方式，也是艾德独有的一个战斗风格。好，来了，压一个安全跳压，头一次被拆，那现在好鬼的体力非常危险。加拿大好鬼对战日本艾德。好，清水清源确认只要阿修罗想空出去的时候，这波雀反直接带走了好鬼一灯。好了，看到这里小伙伴，如果说大家觉得鸡巴溜好玩的朋友，咱们可以点个关注啊，大家也可以动动发抬手点点赞，您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与支持。好了，继续回到比赛中，现在艾德成功的把好鬼关厕所，但是好鬼居然跳出来了，日本立川掌握常常超杀穿波了，这个三气超必杀技直接穿波给了好鬼一记绝杀，漂亮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，现在是日本立川对战加拿大罗根，比分变成1-1了。艾德现在已经适应了好鬼的打法，日本人能否在这一次先拿到优势呢？好的，好鬼现在已经被对方带入了节奏，又是一个偏拆。艾德最多可以打出5次升龙的，好的，欧弟升龙赌对了。好鬼现在很紧张，自己的体力也非常可怜，而且自己的能量也不是很多，想抓但是不给你这个机会。好鬼绿虫压下断不好使，艾德这次绿虫被好鬼先夺，直接击溃他的绿虫了。好，后后虚晃一招，不断利用自己的这个下中脚来偷啊，来摸奖。哎呦，这个白鬼洗派生，好的，没有斗气了，居然还赢了。OK，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，来看一下这次中拳命中之后，马上绿虫取消这套白鬼派生，这个雀反康直接带入自己的超必杀2000，来几个升龙了，
四个了，五个了。好，又是一个波沙河。爽王又是吹飞镰啊！哦，艾德在这一灯展现出自己超强的反应能力。加拿大人没反应过来，好的，上来就是绿冲抢招成功，一波先把自己的优势救援，吼，有斗气迸发，直接上墙，吹飞，再吹飞，压一个安全跳，骗到一个投技，再摔吗？好，威斯想抓，但是被对方拆头了。那现在日本立川拿到了赛点，以一个完胜的绝对优势。击败了加拿大的罗根。我们看到是左边这位啊，大胖子，非常壮硕的，哎，表情非常丰富的啊，一脸开心样子的，是选择桑吉尔夫的 Simple Strike。那右边这位 Mono 选手选择是阿鬼阿 K， 一战桑吉尔夫。OK， 那现在比赛开始了，比赛规则是抢二规则。喜欢街霸的朋友，咱们可以先动动你们发财手，帮我点个关注，可以吗？大家可以点击订阅，点击关注。上来就被放毒了啊！老桑的进击之路，终于这还是发起了进攻。上来这个跳路被对方一个下段的攻击对空成功了，好吧，空中战不行，那要从地面战找机会了。但是面对这么一个灵巧的阿鬼啊，老桑这种敏捷性不是很强的角色，还是有点头疼。怎么来突破对方的防守呢？又被放毒了，放毒的话身体这个会处于重度状态。哦呦，这个绿虫被他用了一个非常灵巧的中断击啊，给他破坏掉了。现在老桑被对方精防皮康，当当当当当。虽然说有伤害修正，但是又被放了一个毒，你看血车变成紫色了。他在对他吹泡泡，老桑说你不要给我吹啊，我不喜欢你给我吹。阿伟现在打的十二分小心，一旦被桑吉尔夫来一个螺旋打桩机，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了。桑吉尔夫现在被对方直接单发，这是一个复合了啊，又中毒了，怎么办？要被活毒死吗？吹泡泡，直接斗气反击。桑吉尔夫需要一个机会啊，他需要一个近身的机会，被对方近身了，一个不同投技，先放倒这个大块头。好，比赛进行到现在，阿鬼对战桑吉尔夫，桑吉尔夫已经被对方牵制的死死的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近身啊！这位可以放毒又有指定头的角色，叫做阿鬼，她是街霸六原创的女性角色之一。好的，先摔一次，再压一个绿冲，中断吗？对方直接 OD 移动，他用的是蛇拳加制毒术。桑吉尔夫这次连招啊出现了，哎呦，预判了对方的想法，两脚杀李佳想抓人，但是时机不够，阿鬼斗气迸放，直接打成一个皮康，直接带入了三气超必杀技啊！美国第一老桑被葵花点穴手，嘣！哎呀，这个 CA 啊，真的好疼。我们记住这他的名字啊 ，Mono。OK， 来看一下 Simple Tricks 的桑吉尔夫对阵 Mono 的阿鬼。版本更新之后呢，阿鬼这个性能也得到一个些许的提升啊，但是玩好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，上手啊门槛比较高。好了，你不带走了，完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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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国第一老桑被阿鬼活活干掉了。喜欢街霸的朋友啊，看咱们可以点击关注啊。那现在桑吉尔夫还有一灯的机会，但是这一上来阿鬼果断发起了进攻，先给他来一个毒，来吧，一直被吹飞啊，还没完，体质压制中断，再吹飞，好吧，来看一下桑吉尔夫，难道说又被完胜？哎呦我去！阿贵完胜绝杀老桑，来吧！万箭穿心 ，perfect！ 美国第一老桑被干掉了。喜欢街霸朋友，咱们点击关注，不用动，我们下次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Street Fighter 6